好，准备好上课了吗？喂，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针对这个Kirchhoff的电压定理已经介绍了。那接着呢，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就是 Kirchhoff 的那个 current law。 那 Kirchhoff 的 current law 呢，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它就是一个 conservation of charge 的观点， OK， 就是电荷守恒的一个概念。那基本上面这个电荷守恒的概念呢，我们还可以再衍生，衍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continuity equation， 就是 equation of continuity 的这个连续方程式的部分。所以基本上面这个定理，它跟这个Kirchhoff 的这个电流的定理的话呢，它的连续性的部分，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把它连贯起来。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哈，所谓的电流是什么意思？好，不管是你在一个导线，或者是在哪个，你怎么看待？换句话说，你所谓在这个区域里面，那它有多少的电流？好，我说我们不。先不要管这块区域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就把一个 area 把它圈起来。那我说这个区域呢是有一个电流 I， OK， 好，流出来。那所谓电流 I 是什么意思？电流 I 它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里面有多少的电荷的流过。那现在我如果是在这个区域里面，那我说它的 volume 如果是 tau， OK， 好，或者我说 V 好了，因为我怕等一下跟那个电压会重复。那如果它的 volume 是 V， 那里面的 charge 是 Q。 那现在我们说它有电流流出来这个 area， 那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单位时间里面电荷流失多少，就是我们的 current，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 Q 是从这边流失掉的，所以我们把负号加在这里。那你现在 I 的部分的话，依照我们前几堂课对于 I 的部分的定义，就是 J dot DS， 这个 DS 就是这个 surface。 OK，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区域，所以你把全部的电流，那你就是等于 J dot DS 环绕这个整个 volume 的，那就等于负的 d 底 t。 Q 的部分就是你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乘上你的 volume， OK， 好，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依照我们在之前学过的 divergence theory 里告诉你说，这是一个 balloon， 那 J dot DS 的话，你是可以把它写成 divergence theory 里告诉你说 divergence 的 J D tau 或者是 DV
因为你已经八人用 V 来表示。哎，那就等于这边的部分负的 long rho long t dv。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关系以后，这是对八人积分，这也是对八人积分。那我们马上我们看到了这一项跟这一项，它是应该要相等的。所以我们讲，我刚刚在讲的这个 conservation of charge， 或者是 equation of continuity 的部分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 divergent 的 J 加上 long rho long t 是等于这个 equ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连续方程式。OK， 那这个连续方程式很单纯的，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单位时间里面，你的这里面的 volume charge 的变化，就相当于从这个区域里面 divergent 的 J 发散出去的电流密度。那反过来，我要讲一个。如果我这个 rho 啊是一个 source， 那 source 的部分就是表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源头，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源头的时候，我单位时间里面的 charge， 你不管它是怎么来的，你就好像有这边有一个水龙头，那它的 charge 一直在增加，随着时间在增加，那就相当于是这个 charge 往外流。 OK， 就有一个，这个是正的，所以你的divergent就是什么？就是正的。 OK， 好，所以基本上面，那如果你这是一个 sink， 就是一个类似水龙头的那个洗脸盆的那个落水孔的话，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电流往里面流。 OK， 所以你的divergent就是负值。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连续方程式的部分。那换句话说，我现在要讲我是一个稳定的电流。那所谓稳定的电流的意思就是 long rho long t 是等于，换句话说，我的 divergent 是等于，那代表意思很简单，我用这个图像来表示，你就把这一块区间当成是你一块。那我的电流很稳定的时候，就表示进来的多少就是等于出去的多少，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long rho long t 是等于零。换句话说，这时候进来的电流跟出去的电流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divergent， 它就 J 就是等于零。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连续方程式。好，那 divergent 等于零的意思是什么？回到这边来，你 divergent 等于零的话，就代表这个等于零了。 OK， 那这个等于零，你对这个表面的电流 current density 全部把它积起来的话，它是等于零。那等于零的意思， current density 这个等于零，就相当于你全部的 I
在这个点上面，进来的电流跟出去的电流是一模一样的。Summation I， 它的 ，OK， 它不会有只进不出，或者是只出不进的，进多少账就是出多少账，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了。所以 ，summation i 是等于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 Cauchy-Hopf 的零。OK。这就是我们的 Cauchy-Hopf 的电流定理。那换句话说，从一个 charge 的变化随时间的变化的概念，你知道到一个 area 它进来跟出去的概念，到你把它 summation 进来的电流跟出去的电流是等于零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的 Cauchy-Hopf 定理是什么？ Cauchy-Hopf 定理已经把这个区间啊慢慢的说到一个点 node， 一个 node， 那进来的电流跟出去的电流 I1 I2 I3 I1 呢就要等于 I2 加 I3， 进来的电流就等于出去的。所以 Cauchy-Hopf 的电流定理又叫做 Node Theory。 OK， 好，这是我们在讨论的当中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把这些概念用到一个我们平常熟悉的问题上面，我说如果这是一个 conductor， 那你们说 conductor 的内部有什么特征？电场是零，还有呢，稳定电位，等电位，还有呢？没有 charge， 每个人都在看你，他们在想说你怎么能够讲出来。其他同学要加油一点哈。不用不好意思，本来就是要勇于表达。就是要勇于表达，你只会在心里讲没有用啊，对啊，而且要表达的对。我们好，讲到这里就跟你们聊一下好了。上个星期校会才通过我们中山的品牌，就是学生以后我们要把学生塑造成什么样的品牌，好啊，其中呢有很多力啊，你要用什么能力啊，你才是中山出去以后的品牌。其中有一个力就是沟通与表达能力。对，因为你不会沟通，你不会表达的话，那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能力。好，其实沟通与表达不只是你跟人沟通，你怎么样 presentation， 比如说我们演习课要你们上来讲，好，这个就是一个表达能力的部分。那你们常常会批判老师说，老
导致这板书写不好啊，声音太小啊，哦，那当你当站在我们台上的时候，那你怎么样表现你自己，这个就是一个沟通表达能力。然后你自己的内涵，比如说你要表达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有些人是满腹才学但是不会讲，那有些人是呢懂一点点他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的，哦，那基本上又有类似的状况，是我看到眼光好像又集中到某人的身上。好，然后另外一个能力呢，也许对物理系的同学呢也是应该要塑造一下的，叫做美感品味。OK， 好，美感品味。你们感觉好奇怪哦。那其实美感品味的部分，其实不是表面的美感跟品味而已，就是你怎么样去塑造你的内涵，对，怎么样去欣赏一个东西，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就很重要了，叫做探究与批判思考能力。探究，我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校训是什么？好八股的文，好八股哈，哦！但是我们的校训是什么？啊？不知道，你在皱眉头。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的校训是什么？中山大学的校训。啊！啊！有没有人可以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吗？都没有人知道吗？都不知道啊！国父提了十个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我们今天中午才在谈这个事情。今天中午其实今天中午其实有一个美国 Occidental College 的这个访问学者过到我们学校来访问，他们下午那个4:30你们的通识教育讲座，他就要告诉你们大学与小学。OK， 那刚刚我把他带去见校长，在那个校史馆里面，刚好有我们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一看到那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就讲了一句话：“哈，这是你们中山大学的校训，很重要。”他说：“尤其是那个明辨。”明辨的部分，他说整个大学里面就是在训练这一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那个 Occidental College 的这个教授呢？奥巴马总统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学一二年级是在他们的学校里面练的。
那他们学校里面非常非常重视博雅的教育，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在这个地方脱离主题讲一下，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明辨。也许你会觉得说，这跟物理系有什么关系？很大的关系。你们以后哈，这个是判明批判，对，批判思考。你们以后所有的研究，所有在学习的东西里面，你都应该要去探讨一下说，到底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你要非常有条理的告诉人家说你自己的见解是什么。好，不是说你完全没有理由的说它是对还是错，而是要有非常条理的告诉人家说你的见解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批判和你思考的能力。那这是在学科学的，不管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上面都很重要的一个。好，那物理上面的话，你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什么？20世纪里面最伟大的科学家，每一个同学都知道。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批判思考出来的结果，因为它不是传统的物理里面所涵盖的范围。 OK， 所以你们都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少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当慢慢的把他的理论印证在很多地方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相对论是对的， OK， 而且是非常的正确的情况之下。假设如果爱因斯坦他没有这样子的去批判过去的人的想法，然后他自己去思考再去探究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理论出来。所以当一个科学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突破前人的研究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些，不是什么东西你都要认为理所当然的接受，而是你要去批判他说他到底正确性在哪里，那你感觉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再回来，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导体内部是没有电荷，那这个电场是等于零，这是你们知道的 final 的结果。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把一个电荷放在这里面放进去了，到最后一定要变成里面的电荷是等于零，对不对？好，里面的电场要等于，那它会什么样的情况？它会怎么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就稳定态。一开始电荷一定会跑啊，这是很多同学在问的，问说那里面为什么没电荷？那我说里面没电场啊，那一旦有电场，它就会把电荷带着跑啊，对不对？那到最后的话是里面电场没有，里面的电荷通通跑到表面上去了。OK。这是在我们之前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好，以联系方程式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知道 divergent J 是等于负的 ln T， 这是已经知道的。那 J 呢跟电场的关系是什么？之前已经告诉你 J 跟电场一的关系是什么，它有一个比例常数，是不是sigma，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把它放进去 sigma divergent 一
就应该是等于负的 run rho run t。 但是高斯定理告诉你的divergence 1的部分是等于多少，一乘分之 rho。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方程式是变成完全是 charge density 的这个equation 了。所以这个方程式你很容易写，如果 rho 是只有时间的函数的部分的话，那我们说 d rho dt 它是等于负的 equation sigma 然后 rho，那把它移项过来，所以我们把两边取积分。OK， 那你现在你看到，这个当时间 t 等于零的时候，它是 rho 零；当时间到 t 的时候，我们说它是 rho t 好了。那我可以知道，它这边一微分，哎，一个积分以后就是 rho 零 rho， 那就等于负的 equation 零斯克马 t， 所以 rho 呢就等于 rho 零一负 equation 斯克马 t。 也就是说，基本上面在这内部的 charge 的随时间的变化，并不是一开始它就没有charge 存在，而是它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 OK， 它的 decay 的常数到一负一 rho 是等于 rho 零一负一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time constant 的 t。 这 t 是等于多少？ t 就是等于 sigma分之一小，那这时候的 rho 是等于除以 rho 零呢，是等于一负一。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常数。那这个时间常数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在里面的 charge 不管你原先多少，很快的你 charge decay 下来， decay 的速度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 conductor 的 conductivity 有关系。 OK， 跟这个 conductor 的这个dielectric constant 有关系，好，的 permeability 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介质的特征，这是一个导体的特征，就是介电常数，这是导电常。所以你如果这个导电性越好的时候，那你的 conductivity 就越大，对不对？ conductivity 越大的话，你这 T 就会越小，换句话说你很快就什么 decay。 好，那如果你是这个导体呢，是也可以导电，但是没有那么好的导电性，那就是越来越比较接近这个介电值，那这个 equation 就比较大一点。当 equation 比较大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这个 decay 的速度就比较慢，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烂的一个导体。那它虽然最后还是会把我们的电荷全部通通跑到表面上来，但是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把这个电荷移到外面来。 OK， 好，基本上面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这个 continuum equation 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部分。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一般都选我啊？
这个部分。因为你的一的负一次方的时间，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的，这是定义。平常的话我们就是 exponential 负一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是 rho 除以 rho 零是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这就是半衰期。对，哎，这个时间就是半衰期，就是等于说你从原来然后减到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就是半衰期，然后 rho 等于负一所需要的时间，一的负一次方就是这个 time constant， OK。